美食天地，你我他。你是今天最关键的朋友，大家好哈！收看咱美食天地，愈来愈熬煮菜，啊，愈来对咱的食愈有研究，对咱的鼎嘛愈熬愈熬酸鼎，好点点。阿鲁嘛愈来愈轻松，红今天教阮的这个呢，阿莹生对不对？今日期待，要做什么好吃的料理？五星级的，有个五星级的料理。真的，这是五星级的。咱讲翻刷，你捌听过无？我翻刷，我会按迄个牙硬笔翻呐。吼，哪一种？硬笔，咱那个土嘞，安尼个变过。你较早的翻刷是咧做模具。咱若咧做模具吼，爱经过翻刷刷孔型，啊灌岩浆类，啊你啊拔开伊就是一个模具。迄叫翻刷。翻刷。我拢当作是刷，是迄种迄个在翻刷边刷安尼。不是哦。安尼哦，啊，所以咱今日要做的是做翻刷的对啊啦。国语讲叫做挂霜腰果。腰果，你直接坦白讲就好啊啦。意思讲哦，迄个腰果啊，管顶有挂霜的对啊。对啊，就是冬天迄落雪霜。哎呀，无得。老师，迄足困难的呢。袂啊，这教观众朋友吼。简单的五星级料理，啊，简单的技术就当做起来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，来往前一步。那么阿英先，咱准备的这个吼，挂霜腰果要准备的材料是啥物？足简单嘞。足简单嘞，来。糖甲水豆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糖甲水豆。啊，迄腰果要对袂？腰果吼，去一般的南北货的杂店就可以买到。啊，像这样子是拢无调味的吗？对，这无调味的。啊嘛，拢无煎过，无用过吗？对啊，袂，这本地就当吃啊。哦。咱即卖吼，过个煎过，无味啊，嘿，无味，嘛无咸香，嘛袂脆，嘛袂香，不好吃。没啦。那么今仔日吼，跩物件歹食，等一下，听讲会当变魔术啦。关键的油爱黑了吧？哎，啊，不过煎这吼，伊有重点，是油袂使热，袂使热呢啊。袂使过像咱拄只，咱走运动会安尼。咱顶道用的迄个测温度，拢免，唔免遐，啊，这个倒落啊，冷油落去啊，啊落。老师冰端来，那冰端真也假的。出来就看，搞道理啊，我到边啊看。啊，你意思讲你不要监督就对啊。对，我到边啊看。安尼啊。所以你钱的当中呢，吼，你心内头啊默数五百声。五百声，嘿。讲一百声的我爱你，讲一。百声的我爱你，你是安尼，安尼就五百声。讲一百声我爱你，爱三百，老师。哈哈，真两百尔。好啦，只爱为只遐个一百，你唔讲哦好，啊无我唱歌，你捌听过我唱歌嘛？对。啊，刚捌听过我唱歌，讲一百声我爱你。我唱五百多好五百声，安尼你爱讲无爱头壳减料哦。哦。啊，你爱为只唱个百五百的哈。一二三。啊，这吼钱的当中，咱之间吼。要搞的时阵，咱有早听到伊的铿铿的声，表示好。如果你拉的时阵，无，因为你煎到一个程度吼，腰果伊的表面吼，伊是迄个高蛋白的淀粉质吼，是，伊就是会产生很脆的声音出来。真的吗？对。为什么要用淋雨哈，老师？因为你若听到伊这个腰果吼，把好皮伊先焦化也来底阿边头。啊，所以讲咱来奶油六锅吼，啊嘛是出水就对啊，等于讲伊内底的迄个水分逼无出来啦，所以说它是没有办法保存的啦。哎，老师我好跳吧？跳。啊吼。咱即摆看，伊即摆油温有起来，感觉不一样了。对。啊，伊也慢慢变成金黄色。好，啊，咱等下就是等金黄色的时阵。啊，金黄色锅开了。咱就做后边动作吗？你爱甲放互冷。爱放互冷的哟。嘿，搁吹吹的互冷。才使做后边的动作，才可以加雪上加霜了的。啊，你啊烧烧呢，咱糖一巴起里话哈，安尼伊慢了软。安尼，老师啦，应该你还佫加迄支。嘿，对。啊，你要加迄腰果果块，啊，牵在只看牵牵袂。哦，有啊吼。小块。哦。咱要看好暗好，你看这边啊看好暗好，就爱加果块牵迄，哦，有较定的声无？啊！你即摆用余温落去加加烧就对啦。因为咱唔通，咱即摆要爱伊的程度，无爱伊的色泽，所以讲会关起来。冰好啦，老师有讲哦，程度比啥物较重要。那是色水无重要，不过我跟你讲哦，冰吼
啊，佮吸水来，但讲吼，两下面相顾是上好啦。老师啊，安怎啦？你是安怎佮老目屎？你是安怎？你是安怎摆身是哦？哈伊洗身老目屎。安尼我甲你讲，我等下介绍一杯一撇良药你食。好啊。哈伊洗身老目屎，那叫摆身呐，可以了吗？老师，我可以上了吗？哎，唔行啊，郭凯德啊。好，我上。你躺好，不是啊，把你除我好，除我好，哈，除我好。嘿，伊即摆安尼吼，咱台吸引者安尼。是。哎，真正呢。哦，足水的吼。水啦。因为人呐，水质物件就水。是老公话，不怪我呢，大概拢清楚讲叫你就来。人呐水吼，啊，质物件水，歌搁唱了水。老师，我迄个网啊客偌济，请你讲在话，你老实讲。又给你教因为我看安尼你钱开，因为安尼钱啊才水，一定是安尼水。嗯，老师，我跟你讲，伊阿弟后边伊个小动作咧，伊甲我关火的无，我无在钱啊水。哎，来我嘛戆戆火，继续开落去哈。啊，即摆过来。来，第二个动作。要换锅。第二个动作。来，就是这简单。怎么来？开火。啊，不过你这吼，咱爱加放我卡里。爱加。这温度足高。真的吼。那怎么办？我们现在是要放着给它冷吗？吹吹，啊，够不够？你爱它吹十个，我给你温度，吹样，你一滴看麦，搁一滴。老师，未讲我用头只，我扣着一粒。哦，老师，我拄啊，迄个表演无红，你看，有够好食的。我伫迄边遐偷捧啊，已经十三粒吧。你无看那那叫吗？我那叫牛啦！有钱甲无钱差都济，即马就搁足香，搁足甜，会翻甜诶。对啊，咱即马要搁甲伊外皮搁做较水。真的吗？嘿，要甲外皮即马甲做翻刷。安尼。只要水。水的。啊。嗯。糖。糖。哦，阿丽的煎食。煎食来。好来，开始压啦。哦。来，一压拉哦。嗯。不用油哦，不用，水跟糖就好哦。对，真的吗？这么神奇。好，咱今麦这个哦，在加火哈，咱来火关较小，咱今麦要把水不要掉呢。好，安火给关火。关火，你好嘞。啊，这得嘞。然后，啊，开始翻刷啊。哦，你有练过哦？对吧？哇，卡侪力！我今嫌伫个糖跳着手是黏条的，拔袂落来，啊，愈来愈歹翻啊哦。好，这个时阵重点来吼，这个时阵来靠煎时甲剥落开呢。真的吗？嘿，啊，伊即马吼，表面吼冷伊吼，伊就一丁糖起嚟啊。真的吗？这个最后完成唔通吼，我好奥利换手。要我再来要怎么做？好，老师，也是个并且并且伊个黏做伙，慢慢无啊，无安尼打落，痛嘞。哦哦，这就是。啊，真的黏过。今天变暖了，还是变怎？啊，不要开刀！啊，你变暖，哎呀，好神奇哦！哇，有那雪上加霜的感觉呢！哎呀，天气越来越冷。哎呦，好神奇哦，真的呢！好，雪上有简单无？爽哎，那遐简单啦！哦，开始搁翻刷了，搁刷开始听起来，哦哦，搁变会行。这看你敢看我？哎，我按那这简单啦！哎，所以讲哦，哈，啊，水甲刷甲好比嘞。吼，水吼，咱当然是要两大匙至三大匙，啊，咱油锅起码是半斤。是。嗯，安尼有星级的料理无？哦，这过年要搞我都用家己做就好啊啦，免去甲别人买啦。哎，那这简单啦。啊，就是。我拢感觉这困难的，都无可能啊！那有可能是我的手头做出来的料理啦。人客，你看卖啊嘞啦！哎呦，我们的挂双腰果，挂双腰果，这简单溜起来呗，赶紧在水做看卖啊嘞哦！我们下次美食天地再见喽。